OK， 可以开了，可以开了。你是手跟啊，Hello， Surprise， 大家好。我是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跟这个方式跟大家就是见面聊天。然后今天是6月9号，是我的20周年。谢谢。其实也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跟大家见面，因为其实前阵子，其实by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是真的面对面，就是在演唱会上这样子。当然，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也算很 lucky，就是可以用科技来见面，然后聊天，然后今天就是。希望可以，虽然你们只看到我的脸，我看不到脸孔，但是我还是希望今天我那么特别的一个日子，我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聊天，所以我这里有个笔记本，我看一下。今天呢，今天都在干嘛？今天其实都在看，就是大家的留言，然后其实也。很多就是像电台啦，然后其他的网站，他们也都很给面子，就是放胭脂日啊，然后就是一直听到我的歌曲这样子，然后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多年的陪伴。然后其实我想讲的是，今天我看那个留言是有一点好笑的，因为都是那种很气愤的歌迷，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喜欢你等于喜欢寂寞，还有什么？你也知道出来敷衍我们一下，20年了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就是有这些很气愤的歌迷，然后，其实我想讲的是，我知道我其实，在社交媒体的出现真的比一般的艺人比较少，可是我真的从。前一个流化到现在这个流化，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其实我真的生活是挺枯燥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然后等下他们在我前面晃动，我有点。我现在是要看我的留言吗？还是？哈？就各位，大家有什么东西要问，你可以留言给哦，我。对对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话或者写信他就留言在这里留言，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然后我就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Yes。然后其实我想讲一下今天对我的意义。大概10年前，我跟了一群歌迷一起爬山，因为我会觉得哇，10年，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大的一个里程碑，然后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没有，就是聚集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就去爬山，然后看日出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讲说，哎，10年后我们要同样做这件事情。然后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聚集去爬山，我觉得我们在各个地区，我们都在面临各种的挑战，我们都在爬自己生活里的一座山，所以。我还是想讲，我没有忘记这个约定，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履行它。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一起，然后，这个20年真的谢谢大家的陪伴。其实我很想讲一下，就是这二十年，我觉得，也是一种那种飞过、闪飞过、逝，飞时间飞、时光飞逝。然后前10年就是忙到。然后后面10年就是那种，就在那边非常任性的在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艺人就是真的可以走着你自己的步伐，然后虽然我知道我的那个社交媒体没有很丰富，可是我想讲的是，我常常在上面看你们的流花，然后我自己也会 follow，像我喜欢看谁的。
生活多姿多彩，像蔡依林啦、JJ 啦、五月天啦。然后我其实想讲的就是，不要因为我没有上社交媒体，你们就脱粉。你们要去 follow 更多的艺人，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Yes。那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听得清楚你说话？哎，清楚吗？我说话清楚吗？可以吗？哇，我看到很多爱心。OK。很多很多。OK， 好，继续。我先预设，因为我的视力有点差，我觉得我先想象你们会问我什么问题，我觉得你们会想要知道我这阵子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我这阵子除了画画，做一些黑暗料理，还有非黑暗料理。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每次觉得我在做黑暗料理，你们吃过没？然后我在网络上上课啊，像中文课啊，画画也讲了，皮拉提斯，看书，看电影，看电视，然后呀，都在做这些事情。送人家吃东西啊，送朋友。哦耶！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新加坡的阻断措施上个礼拜才结束，所以我们是只有在上个礼拜可以进公司，就是开始营业这样子。所以我们前阵子就是会送彼此吃的啦，榴莲啦，肉粽啦，各种各样吃的。对，然后有跟你问黑暗料理都煮什么？我有煮非黑暗的，是像饼干、蛋糕、鸡、蘑菇鸡，然后都还可以吃啊。像饼干的蛋糕还是不是？像蛋糕的蛋糕，像饼干的饼干，没有那么的恐怖。所以我的厨艺我觉得有变得比较好，我觉得。我想说今天可以跟大家聊天，所以我准备了自己的画。最近在画的话，想说给你们看一下。OK， 就是其实我之前画了第一张画的是骷髅头，可是他们不能放骷髅头，所以我给你们看别的。然后一开始就是比较简单的铅笔、素描，然后后面就比较复杂一点的铅笔，这也是铅笔、素描。OK。然后后来呢，就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叫什么 ？Ink。Ink。然后一些街景啦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想说，哎，其实要有点颜色，所以就开始用这个叫什么 ？Pastels。Crayon。然后也画了一些小孩子的，这个还没有给。我的小猫，咕静。然后这个是我儿子画的，然后后来也有用水彩。然后现在是下标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个环节，卖起来。但他们都怎么下标？网红都可以啊，都炒。来，谁要买这个不知名的男生？这个是水彩，水彩来，水彩，大家下标。好的。有歌迷问说，是不是要开画展？我觉得画画是我最新的一个，也没有最新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secret 的梦想，好像要某一天可以做画家。
还不会做画，不会开画展呢、啊。我觉得只是一个兴趣而已，就是好玩而已。然后我来看一下那个刘华好吗？我可以看吗？可以啊。OK OK。Oh hello hello。哦、oh, ，我的老公也在看 Hello。OK， cool cool cool。我有 miss 掉什么吗 ？What is your last show from Netflix？ Concussion by Will Smith。还不错，可是其实我很喜欢看很比较不用大脑的那种，那种就是勾心斗角的那种。再要再生一个 baby 吗？不用了，谢谢。Play with kids， 要咯要咯 ，play with kids 哦。When do you last cut your hair？ 其实是不是很明显我没有剪我的头发？有一点长。是有点恐怖的凌乱，可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不用理头发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喜欢我的 hairdresser 梁师傅。But 我觉得每次要染头发、弄头发，我真的很抓狂。这个真的是我的事业里面就是很抓狂的一点。呀、yeah, ，小分享，小分享。OK， 李凯杰 ，A plain white tee is a good choice. Thank you. 跑步歌单，哇，跑步歌单唱起来。跑步啊，其实这阵子也有在跑步，而且我都会用口罩跑步。当然他们不建议，可是我觉得用口罩跑步你还是会觉得比较尊重周遭的人，因为你跑步真的是那种你不要有任何的感染或传染，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们跑步可以放着，然后在走步的时候就把它遮起来。Thank you, 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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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933 just said they don't think you do anything today. You are wrong. Aline Teo, hi. Hi. 可以清唱几首啊？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那么棒？组什么拿手？现在组什么拿手啊？跳过啦，跳过。就说黑暗料理的吧。没有，没有。Thank you。哎，我要看哪里啊？你要看这样好。哦，好。对。对。从这边吗？哇，一闪过哎。很快。哎呦，怎么看？快点哦，大家可以留言，就是问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我们退题，帮你们提问。对。但大家都哇。四川菜鸡，哎，我的歌迷知道我会煮四川菜鸡，什么时候会有新歌？希望可以很快有新歌哟，可以唱绿光吗？清唱，等一下，等一下，我快瞎了，我刚真的看不到。闪太快，闪太快，真的。你们可以帮微博的问问看吗？可以啊，我们都有在看呀。我们在看到，我们也都看。演唱会哦，演唱会。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演唱会目前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中。但是你有在准备？当然有在准备。嗯、然后，其实这阵子所有的表演者都有受影响。嗯。然后除了歌手之外，其实你们要想想看，一个演唱会还有包括乐手、舞蹈者，然后所有的制作团队。其实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嗯，只是想要提一下，嗯，还有吗？还有，哦，大家都在问，可以清唱吗？可以清唱吗？可以清唱，可以，哎，这清唱环节来了，是吧？可以啦，来呀！啊，可以。哪一首开始？哦，陈洁仪有留言问说，你是不是要唱歌 ？Hi kids， 他们说很摇。可以解释一下，翻译一下摇什么？摇就是很骚吗？很妩媚？哪有？
没有啦，我喜欢捉弄他，所以我看到他我就故意跟他抛媚眼这样子，然后他说咦为什么你这样的，他就很不舒服，不舒服。但是歌迷应该很舒服啦。没有啦。好。好。是不是大家很想点歌？我有看到一些。点歌吗？好，我是清唱绿光是怎样？这是哪一题？期待着一个新年，一个冲击，多么轻描淡写，雨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谢谢。有点奇怪，这个这个清唱。好，我开始帮大家念出来喽。OK。有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有风衣，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剪贴一件风衣，大风吹吹，什么包裹我，包裹你，包裹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上好的青春，对，看到很多。雄厚为青春，龙息里，再遥远都跟随你。可以了。雨天，你能体谅我？哎，我 key 太低。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OK， 可以了。180度，你们在考我是不是？180度，哇，那个要从哪里唱？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来 ，Excuse me， 明明是你。对对对。我有看到人家要点同类。雨后的，哈？等一下，要唱同类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累了，姐累了，你可以休息。不会不会不会。好，那聊一下其他的东西。对对对对。OK。因为我们队长有说，唱那么快，会不会喘不过气？队长，队长。队长我们的队长在台湾。对，然后有人问说，那你今天还做了些什么？哇，我今天啊，我今天就是在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今天我的老师李思松他也有传简讯给我，他就说燕姿，今年20周年，祝你继续红红火火。然后有歌迷说，因为只是看到是还要怎样红红火火。歌迷看到 老公的留言说，以为你今天去公司领奖。Long service award， 因为在新加坡就是你就是工作了很多年，没有啦，自己颁给自己啊。有，我刚刚有拿一，我其实今天拿了一瓶香槟进公司，然后我觉得的小妹，庆祝。老公是要说那个20年的成就，人家10年、15年就有讲座了，20年是很大的成就，就是讲很 sweet。他是很 sweet，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直就是默默在我的身边的一个人，然后。可能大家对他也不了解，可是他真的很支持我的梦想跟我的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虽然听不懂，他你听得懂吗？听不懂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很珍惜他，我觉得。对，然后就有歌迷问说，最近发生让你开心的事情。最近让我开心的事情，其实我今天准备要跟大家见面，我真的蛮开心的。我觉得我
为了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因为当然我觉得这阵子大家都度过一段很不一样的日子，我常常会觉得好像整个世界一直在转动，可是这次感觉好像是一种很突然的一个刹车，然后这阵子就是 我当然因为没有那么频繁的出来，可是我觉得多了很多时间跟自己 找看自己的一个频率，我觉得过得很平静，可是也很想念我最爱的唱歌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可以有一段时间去找不开心里的开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歌迷问说可以继续清唱吗？OK 好呀，好了，大家继续留言，就是你们喜欢的，可能就是可能也不是第一主打，然后我们自己喜欢的是。你在考我是吧？是的，大家来考验他吧，这么难得的机会，救命啊！越冷门越好。哦，有人点和平，佩佩就是佩佩，佩佩点和平。太冷门了。昨天发生过坏事。小鸟太是那个不会，你不要看我。突然间有一点情绪，也有一些道理，说给陌生人听。那声音消失空气里，也就没有留下任何坏的心情。可以了，谢谢。愚人的国度。爱是愚，像一只情场，有点奇怪。不会啊，不会吗？大家奇怪吗？有奇怪吗？大家想听你唱，但你爱是愚人的国度。我突然心虚。为什么心虚？我不知道。你那么任性，下一首任性。怎么 start 啊？你知道我有几首歌吗？大概140多。140多。我没有算过。OK。对。还是先来看一下歌迷的留言。OK。你自己就会知道他们喜欢的。OK。喜欢你的任性。哇，我有两台这样看。他没有要唱，因为他们了解你的任性。有人说。来一首那个忐忑吧，那个叫。轻轻一点接近我离开你，风衣已经唱过了，这位朋友。没有在频率上面。嗯，有的这愚人国度已经唱过了。有人写安宁哦。哇，你们真的在考我哎，真的。的想哭泣，却哭不出泪滴，一次又一次的灰心，才发现早已麻痹，终于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乎你，原来分手也能如此安宁。你的 MV 男主角陈汉典说好听，耶、yeah, ！陈汉典呢？呜然后也有歌迷点王子面，就是你。我跟你讲，我们那天就在公司里面，就想说，哎，就那个歌词啊，根本就是记不起来这个歌词。王子面吗？以后看到阿信，你们可以问他。对，我觉得他一句都唱不出来。你没对我说再见，所以我没有走远，等待你等的忘了时间，
快乐，却早已跟随着你离。银台，这样大家开心吗？大家开心吗？这样开心。帮大家回答一下，坏天气有吗？坏天气，不要一直叫我唱歌啦！我要、啊、不要唱歌啦，聊一聊，就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歌迷说？嗯，就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呀，好好的，健康的，平安的。然后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夏天。嗯，就是说 今天就是来公司的路上，然后在开车在想东西。Oh yeah. 其实今天就是很多歌迷都开始就是做自己的那个 video 的剪辑，然后因为其实一大半的歌曲都在有些在华纳音乐，有一些在环球音乐，所以他们说其实要把那些歌集中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有看到他们就是想要回忆他们对这些歌的那个感觉，第一次他们喜欢的把它全部就是剪出来。然后我今天就去买牛肉河粉，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是边看边回想，就是有一度就是自己在开车就开始在掉泪。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掉泪，有心情是一个复杂的，但是绝对的就是歌手是最幸福的工作呀，因为真的有很多人的陪伴然后支持这样子，然后可以做到20年，真的没有想过那么多耶。然后真的是20年前生活的变化，even 今天一切的变化，然后一起经过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是就是 我很感动。嗯呀、yeah.不要说着说着就掉泪，今天不是掉泪的日子，就是已经过了啦。我还是希望可以开心的跟大家，让大家开心。你再继续唱歌。Oh, OK， 因为林俊杰在线上哦。哦，在哪里？啊，还要跟我唱吗？怎么跟你唱？Stay with you。等待着日出，不想说多累，为什么降低啊？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吸附，害怕不再束缚，卸下无助的。有歌迷跪求，可不可以唱？他说，哇塞，他说，你们真的在考我？从哪里啊？副歌啊？看你哦。啊？等不到天黑，眼窝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点一点在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回忆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可以了，谢谢。好了，歌迷喊安可，清唱最多一首啊，多一首，我们就送最后一首。OK， 你
你自己挑咯。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什么歌？半句再见。好啦好啦，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半句再见这里要跟大家说半句再见。为什么半句呢？因为我已经准备了，不要走开就对了，不要走开。